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收看均匀园艺。君子兰喜肥，很多花友为了养好它总是穷极心思，就为了给它配点好吃的。其实在厨房找一找，没想到这一种过期货君子兰吃了叶肥根也壮。它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花生酱。花生酱的营养非常丰富，但有时候丢在旮旯里过期了都没记起，翻出来了别扔掉，加上清水倒塑料瓶里，大概几周就会腐熟。沤制好的肥水肥力特别大，这种油料作物做成的肥水君子兰特别喜欢。众所周知，花生的含油量非常高，以花生为原料的肥水肥力自然也是异常雄厚，但磷钾元素含量都很高。除此之外，花生还含有各类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元素含量，比如钙、锌、锰、硒。而且花生酱是花生仁浓缩制成的精华，所以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稀释些，一般只取上层青叶，稀释后再浇给君子兰，每10到15天浇一次。君子兰不但根长得壮，叶子也变得越来越肥绿，营养积累得快，叶子才会迅速增多。坚持这样养护，开花是迟早的事儿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